我可太难了，走哪儿都挨打。Hello， 当然别人欺负我，我也只能来欺负你了，嘿嘿。哎呀呀，居然还有信号枪，真香。哎呀，表弟，谁欺负你啊？这是？就这么马的枪也能把你击倒？你说说，你丢不丢人呢？等等，楼下有脚步。这老弟啥时候摸过来的？等会儿，旅馆好像有一队啊。有人那边。这就很尴尬了。等等，又有脚步。瞧着那把柚子跟玩似的。来，表弟，咱们冲。啊，我啥时候给喷子装的六倍镜，这下糟了。啊，这也行，嘿嘿，福大命大，福大命大。来，空投整一个。哎呀呀，哎，大不了嘛，狗砸还送个八倍镜，美滋滋呀。我拿了。啊，你。哎，有人狙咱们，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有大狙啊，在哪儿打的？没看着人。行，你狠，表弟，看你了。那我打扰了。可以啊，表弟，有点水平啊。不过这样不行啊，你哥我没大局，老是给人欺负怎么成？来 ，AWM 这个玩玩。我受不了了，这就是一把烧火棍嘛。当然，还你是不可能的。哎，可算是干掉了。你说我容易吗？我。瞧瞧这老弟的名字，我要是能拿 AWM 打死你，我还至于开车开这么大老远吗？我来，表弟，就剩四个人了，咱们快点结束战斗。这前方有一个，没看着。掐机，最后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觉得是大宝的 AWM 打得好，还是表弟打得好？